有谁？你的车好了 ，OK，so 这个就是你原装的系统了。然后操作那些360。So 要怎样进入我们的安卓？就是要进入这个 Auxiliary。Auxiliary 它就进入了，看到吗？然后就可以用鼠标 ，mouse control，OK，还可以 touchscreen function。进入了我们的安卓系统的话，这个就会原装。然后要怎样进入？也是一样，按这个menu， hold 这三秒，一、二、三，那就进入了。然后进入了，你开 Acon 的 display， 全部都有显示出来。摄像头 ，OK， 翻雷达显示 display 也是有显示的，看到吗？然后还有你的360操作。全部没问题。